华有一场系列电影的首映派对，炫目的雷射灯光秀在夜晚是特别的吸睛，由张兆志担任活动主持人，邀请音乐创作才子 Jay Sean 以及潮流女生 Karen CC 畅谈电影的最新剧情，将带领大家回到1990年代，展开是横跨全世界的冒险旅程。他们号召影迷是进戏院看大荧幕，派对现场还有 AR 的体验，民众可以挑选喜爱的角色同框